啊，这是什么？怎么有个按钮？哎，果冻，你别！啊，你怎么搞的？果冻，我都说了，你那么快做什么？哼，明明就怪你，早点告诉我不就好了，我就不会狗蛋了。哎呦，你这是强词夺理！哼，小王子都怪你，我不和你玩了。哼，我退出了，你一个人玩，我看你怎么捅关。我还不想和你玩呢，自己玩就自己玩。以前玩神坑跑酷都是我的提醒你才能通关。果冻，你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？哪次不是你最坑？这第一关既没有通关道具，也没有看到隐藏通道，难道真的要守住岩石才能过关吗？ 对了，我可以用超级跳跃呀，跳到箱子上去，然后再上去。看了没，作者都说了不要投机取巧，作弊是行不通的。可是这块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吧，要走哪里呢？总不会是这个星光包子吧？哎，真的是，我过关了。你这是瞎猫碰见死耗子，运气而已。第二关涌过岩浆池，我看你怎么过。哎呦，说不定有隐藏小路呢。你看，我说了吧，下面有个水池，下面肯定有通关的方法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假的！小王子，这可是神坑跑酷，不坑你就不是神坑跑酷了。你还是放弃吧，你求求我，我就陪你玩，告诉你过关的办法。才不需要你呢，我要靠自己。嘿嘿，对了，其实正确的路在岩浆里面，说不定这个岩浆就是水。果冻，你说的好像有点道理，说不定岩浆下面是水呢。啊，烫烫烫！哎，没事啊。居然真的让你发现了正确的路。我刚刚只是不确定而已，没想到岩浆池就是正确的路呢。果冻，你还想坑我，还早着呢。等一下就让你跪下求饶，下一关僵尸阵，我看你怎么过去。这么小的僵尸有什么可怕的？什么情况？怎么样啊？现在怕不怕？别看人家小，本事大着呢。怎么，现在求求我还来得及？你给我闭嘴吧！不需要你我也能通关。两边很显然没有通关道具，也无法接近僵尸阵，那怎么通关呢？哎，这字牌下面的方块和边上的不一样，难道这就是通关的方法？果然，僵尸全部消失了。果冻，看到没有，根本就不需要你啊！真是自大。那最后一关呢？你要是选菜鸟通道，我都看不起你。果冻，你不会是知道些什么吧？什么知道啊？我不知道。果然这里有坑的，根本就没有那么容易通关，直接走菜鸟关就好了。哼，走菜鸟关卡我看不起你。才不需要你看得起呢。不是吧，这还要旋转跳啊？哈，怎么，你不会跳吧？说的好像你会一样。其实有什么难的，吃个加速烤鸡，加速一个猛的转身，帅不帅哦？看到没，根本不需要你。哼，运气好而已，少得意了。